到三号事故通报。嗯，现在会多一个多一项事故通报的话，那塞车了，在哪里啊？事故，看清楚看看。是的，哇，前面有事故了，难怪这么慢，塞车了，距离四公里而已，前面而已。变轨呢，变强呢。完之后，那个图有出来呢，以前没有这个呢。现在有图跑出来呢，那个行车记录器呢，里面呢、啊，那个导航这个啊，它要跑图出来，四轨，延迟29分钟，它一定是9点多才会到木栅。3.8公里出来，3.8公里出来，难怪就塞啊！准备东西，要吃的东西了，不要怕了。还有喝的、啊、水还有啊。